伞掉了嘛。哦，人家说这个伞掉了，所以我不敢开啊，我就怕越开越严重。才检查他应该前面就旷了呀，应该。对啊，我搞不懂他没发现啊。熟了熟了，快要熟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叶，不知不觉在这个地方休息了两天吧，然后今天准备出发了。这边每天太阳都是7点多的时候开始起来的，现在已经9点多了，实在是顶不住了，这个热的。这个都打开了，你看这边也打开了，这边也是打开的，还是很热。艳阳高照啊！起来起来，赶紧收拾一下，现在前往这个特克斯八卦城去看一下，然后再去昭苏县吧，走那个伊昭公路啊，然后再回义宁市区，把那个摩托车给修一下，这样晃起来确实有点可怕。我就怕他那个左转突然卡了，然后把我抱死了或怎么着了，那就真的完蛋了，得赶紧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了。好了，收拾东西，收拾东西。你看这些行走的羊肉串开始出动了，到这边过来了。绵羊啊，这种羊啊，它那个肥肉比较多，烧烤是非常合适的，应该是到这边来喝水。你看，马上就到特克斯八卦城了。特克斯游客集散中心快要到了，还有大概2公里左右吧，就到县城了。原来这边也有一个房车营地啊，你看好多的骑行的，还有自驾的、摩旅的都在这露营。你看还有警察在这边巡逻。法治文化广场左右侧车道即将右转，示意处有违章拍照。哦，直升机体验在这里啊。现在就正式进入八卦城喽，从这里面开始哦。
八卦城。右转。这里有个八卦城之夜，估计晚上的话会非常非常的漂亮的。这个车子现在抖动的比较厉害了，而且还很响哦。我都不确定一招公路它能不能过得去哦。哇，你看，这个声音，肯定是那个轴承坏掉了。原来是这个，你看，这个掉出来了，你看，明显不严实了，上面严实了，这边不严实了，有可能是这个坏掉了，刚刚卡得很严重啊。我今天有可能要直接返回那个伊宁市哦，这边有可能没有那个修车的，我先找一下有没有修车的，如果有的话，那我就在这边先修一下，如果修不了的话，那我就回去了，去。依照公路的话，我的车子顶不住的，肯定顶不住的。刚刚都在后面打晃了。大盘鸡拌面。这边呢是特克斯的这个美食街啊，美食一条街全是吃的，你看。然后我刚刚又联系了一家这边豪爵的摩托车维修店老板，我问他说，我说春风的车子能不能修，好像大概是轴承坏掉了，他说他现在不在店里，在就是车管所审车，等个一两个小时吧，可能就好了。然后我现在这边等一下，这边他每一家店都是12点钟开门，我连续问了四家了，都是要到12点钟才开门，所以我等一下先吃个饭，然后到那个店里面去看一下能不能修。我觉得有可能，我现在这个车子走到他店里那个一两公里都走不到了，就是后面卡得很厉害，就像刚刚我还以为是有一个石头绊住了那个轮胎一样，啪一下弹了一下，应该是东西弹出来了，很严重了。现在我刚刚问了一下这条街，所有的店都是12点或者是1点钟才开门，然后我还是到这家店，因为这家店它有排名的，再等一下吧。要了一个椒麻鸡拌面，还有一点烤串。烤串，还有这个椒麻鸡拌面，感觉没有过油肉拌面看得有食欲了。这个怎么说呢？就是各有各的味道吧，不差。这个羊肉串是4块钱一串，我不确定能不能到那个豪爵的那个摩托车专卖店啊，2公里多吧，应该问题不大吧，我都有点想直接骑到那个你看现在声音，就怕它那个轱辘掉出来了。请戴好头盔，开始导航，右转，随后150米右转。哇，这个真的太吓人了。
你看现在这个晃的不是一般的厉害啊，我都不敢开快了，只能十几二十码的开，还有800多米吧就到了。在那边要修不了那就尴尬了，那就要拖车拖到一零去了。左侧车道即将到环岛之行。哦，原来这里也有吃的，修摩托车的附近。我好像闻到焦的那个味道了。到了，好像就在附近，好绝了。现在也只能在这边等那个豪爵专卖店的那个老板吧，他去车管所验车了，还得要等一会儿啊，没办法。那个车子放在这边，我现在都不敢骑了，反正它晃得特别的厉害，就不毫不夸张的说，就是这样在抖。然后刚刚在外面开的时候，有好几个司机他提醒我，他说你的车子在晃哦。我说我知道，我现在要去修车的那个地方，他们也就慢慢的开，没有超在我前面啊，就怕我倒了或者走了，确实有点太危险了。你看我现在把车子停在那边，我也觉得奇怪啊，当时伊宁市那边他们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？这个应该就当时掉出来的时候他就应该知道啊，你看就是这个东西它掉出来了，你看很明显啊，看出来，我感觉这个东西要掉出来一样，反正这个很响很响现在。哇，假如说是这个东西坏掉，那这边不一定有哦。你说一个小的那个轴承它可能还有。你看这个后轮毂，你看一看就看出来了，我都不敢骑了。你看就这个地方都掉出来了，现在在晃得很厉害，我在骑的时候不敢骑了。面盘轴承坏掉了。哦，那慢慢骑过去。我有点不敢哎。啊，行。这是咋办了？这不能包括小舅舅前面。行。行。啊，能修就好，能修就好。哎，换一个。我看它摆的厉害吗？你看一下就知道了，反正有的时候摆，有的时候不摆。后刹车点不了了，后刹车也按不了了。它肯定是摆的嘛。哎。反正现在刹车按下去，没有了。刚刚我刹车按不到。后刹不是停的。哎呀，我这次都是哪地方的事儿？一边是吧？都是手都这样子吧？那边是叫蹭上的呀。那边蹭上的是啥？哪有刹车呀？这不这车啥东西卡到里面了吗？哦，这边轴承坏了。轴承是吧？看这边。对啊，反正那边很容易看出来掉出来了吧？这边可以看出来的。你这个东西是你看，这个是 ABS 把这个，它轴承坏的话，它就这样左右摆的呀。嗯。你看，摆了。看出来了吗？好，我把气了换。它倒呀呀！这边，你再打一点气。那想办法。打得越高，它气越往那边跑。对的。要把那边的箱子卸掉。你可以速拆嘛，箱子也可以拆掉啊，可以拆掉，拆掉就行了呀。行，那我就拆掉吧。他这边没有这个大的那个撑起来那个工具啊，所以说只能把那个箱子啊，所有的东西都拆掉了。大几也爬快了，确实是那个轴承坏掉了。刚刚他摆的时候就特别的那个晃动了。到了。
我直接散掉了嘛。哦，直接就这个散掉了，所以我不敢开啊，我就怕越开越严重。才检查他应该前面就旷了呀，应该。对啊，我搞不懂他没发现啊。他没把轱辘拔掉啊？没有哎。他应该摇动可以晃的，摇一摇就可以。对啊，当时就已经能感觉到就是在晃了。我怎么这个桌子散架了吗？就是这个，你如果再骑的话，可能把这个都搞坏掉了，对吧？骑不了了呀，它摆的呀。哦，摆了是吧？刚刚就在那个八卦的中心那边嘛，我都不敢骑了，有人都提醒我。这边也坏了，好吗？哦，我就感觉到这个东西反正很响，那就换呗。你这有货啊？没货找呀，真的好找啥？那是，给我搞好一点的那个。好像他们说什么四组车嘛，洛阳的还是什么好一点啊？洛阳的还是日本进口的，都弄好一点的。没有进口的，那洛阳的呢？常用的，当时用个5000、1万公里，1万公里随便没有。一般租车密封的啊，3万到5万公里都没事。哦，你反正给我弄好的那种嘛。他说好多人都说洛阳的好啊。洛阳的有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？那你就给我弄好了。现在我运作装备没什么，运作差了。哎呀，你起码开了。运作，这都散架了。对啊，开的时候当时就有感觉到了。啊，这个还能用吗？再回去。这个没有卖的，这是外面一个迷宫圈。哦，你这也没有是吧？那我怕又搞了，我还想再骑一次沙漠公路哎，另一条。我估计就是里面进沙子的缘故吧。对，进沙子的缘故。但是你前面矿的时候响的时候就该弄了，不应该。我就找他了呀，然后他就飞掉，他散了。他就给我弄了一下那个链条，他说是链条或者是轮胎的问题。你看，你散到路上了。你看他这个轮胎不是这样变形了吗？这个也是才刚换的，在喀什，在喀什换的。你要散到在路上直接。对，我还想走那个一招公路呢，那这我哪敢走啊？好走得很呀。那你看现在这个问题，要是在那边的话，我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嘞。咔咔响的。对啊，对啊。当时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。还好。我现在反正这辆。坏了之后，我就要换那个 TR300 了。TR300，对，也可以，最快时速能跑到100。我们卖过一辆，就是我卖过两辆。就是我现在用了400排量之后，可能用300的话有点会速度有点下降。对，就动力嘛。300匹这个车身长，骑上不累，很舒服。确实。这个车身太短。所以我要考虑要换那一辆嘛。不过现在。现有的能用就用一下吧，对吧？实在是用不了了才那个。两车款式都不一样，一个卧室，一个太子。对，这个骑得很累的。对，重心在往前趴的嘛。对。这个是什么牌子的？德邦呢？哎，这个车全车没有一样东西是小日本的。哦，那这个是小日本的。那个也不是，这不是是吧？所有的配件、零配件、零部件都是咱们中国国内。那刚刚那个跑出来是什么缘故呢？师傅？哪个？就是你刚刚不是看到那个这边有一个东西，它跑出来吗？来，这个组成这个和那个看到是吧？分家了嘛，已经分开了。然后把它顶出来了。是这样子的。然后顶出来了。它没组成，中间在固定的，它叫左右摆呀。哦，对。中间那个套子是两个组成把它压的呢。哦。哇，你说幸好我是在这边坏掉，你说这真的在路上坏掉，你拉不走，必须拖车，必须拖车呀，对吧？刚刚我在打你电话的时候，就离你一两公里嘛，我都不敢开啊，硬是开过来的。该换了，不应该的啥。拖的重东西又多，你旷了一点过后，你不换的话，他当时我当时跟他说了，他反正就是说是这个问题，大概就是这个问题，然后和链条的问题，当时弄了之后还是有一点问题，还是就是会时不时的会晃一下，我当时就想
回来就差那个市区30多公里吧，然后想想哎，到走完一朝公路再去看吧，没想到在这边就出事了。到那边停车了呢。哎，那就明天去呗，今天太晚了不去了。才从那儿过来，前两天跑到玩去了。一朝，他好像也就开个2个月啊。沙子，你看这里面全是沙子掉出来的，就是沙进沙子的问题。对对对对，好了，问题解决了。这好像是一个小问题啊，是吧？本身就是小问题。好了，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，150块钱，特好啊，解决了。前面晃的，它 ABS 感应到信号，它就不刹车抱死，它就崩开的。啊啊。ABS 就是防抱死的嘛。哎。所以说就没有刹车呀。对对，它刚刚就是点不下来了嘛。嗯。好了好了，搞定了。1点多了，也不走了，就到那边找露营地去了。那边不是有个房车营地吗？太感谢你了，师傅啊！走了走了走了啊！哎哎，搞不好明天又来找你了。没事，慢一点，注意安全。哎，好嘞好嘞。小事。好嘞好嘞。哎呦！再见啊！好，再见。哎。好了，现在一点都不晃了。问题解决了，不过今天时间也不早了吧，所以我就不走了，今天就在那个特克斯县城这边了，然后先去找一下露营地。刚刚来的时候我看到有个房车营地，去那边先看一下。哇，过瘾啊，问题解决了。到了，这里就是我早上来的时候这个地方，法治文化广场。早上的时候好多人在这边露营啊，不过现在太阳非常晒啊。我先找好露营地吧，然后等一下先去县城里面转一转，晚上就可以到这里来露营了。你看很多的床车、房车还有摩托车，厕所。哦哦哦，谢谢啊。先停这儿去避避暑啊，太热了。现在这个车子问题解决了，非常好，很快啊，好像也就半个小时不到就解决这个问题了，非常快啊。这个师傅一看就是非常内行的，很快很快啊就修好了，也就150块钱就解决这个问题了，现在一点都不晃了。我都没想到专卖店他没有检测出来这个问题，到就是没不是专卖店这边，反而就一下子就解决问题了。之前我骑自行车也是同样，在专卖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然后到随便一家普通的修车的店，他就给你解决掉这个。看来这样也并不一定是专卖店才能修得好啊，其他地方也是可以的。太热了，这边。
当天走停车，不看世界的繁华。现在来到这个美食街哦，转一转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冰的东西喝一下，冷饮哦。水果、羊肉串倒是挺多的，应该这边是晚上比较热闹啊。椒麻鸡我是不敢再吃了。白天还是挺热闹的，晚上的话就更热闹。吃饱了，晚上再来吃吧。过去，过去。哦，有薄冰酸奶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嗯，人呢？薄冰酸奶有吗？薄冰酸奶有。要几个？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我一个人吃。一个人的。还有什么其他的？你看那个上面都有。哦。手工冰激凌吧。手工冰激凌。大份的，大份的。好的。就两个。这个冰激凌一个酸奶是吧？对对。薄冰酸奶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好的。先来一份这个手工冰激凌吧，8块钱，大份的。老板，这边一般都是晚上才热闹的。对。哦，八美食一条街，可能8点钟就开始了。对，现在游客一般在山上。哦，明白。到7点6点到。都下来吃饭了。开始下来了。明白明白明白。上面玩完以后，晚上来转一下。晚上。一般就是整个县城吃的基本上都在这儿。哎，几乎都在。都在这里啊，对对。难怪没什么人。啊，白天没啥人。对对对。到下午就人多。味道还不错，味道，嗯，哎，这个好像和他们的，维族的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对，确实不一样。你看，刨冰酸奶，你是哪来的？浙江，浙江，哇，好酸啊！酸吗？太酸了，这个酸的好喝，太甜的不好喝。我喜欢，我喝错糖都不放。这个车上，真正的那个酸，喝不了，太酸了。这个好吃，那是我们，这个都是我们的那啥，我再加点糖。啊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吃不惯，还是这个好吃。你们喝那个酸奶是那个那种可能超市卖那种，可能吗？可能吧，那种好吃，这个有点发酵一样，发酵粉的味道。不是，是纯纯我们本地的酸奶，这很好，对胃好。喝不惯。慢慢喝习惯。你那是为啥觉得酸？你那吃的是甜的，再吃那个就觉得特别酸。这个酸奶就和那个酸奶不一样，这个酸奶。哦。这是酸奶粽子。我们新疆特色，我吃也吃过，也吃过，也吃过。那些。哦，这样说。抓饭、烤包子那些。它这个味道挺好的，原味的。我再来一份这个抹茶的。这个酸奶我是吃不了，太酸了。那就是你喜欢甜的。对对对对，就喜欢吃甜的。那你以后再加点糖。
啊，不不不，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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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不这个味道就吃不惯。哦，这个像内蒙呀那些人过来，他们习惯。36元，那是吧？26元，应该吃18元。反正这个就挺好吃的。嗯。对哦。嗯，你喜欢吃那个。现在是下午时间的5点多，快6点钟了，太阳已经下来。今天可能要下雨了，然后我还是在这个美食店这边点了点这个烤肉。其实我肚子是饱的，今天吃了一天的那个冰啊，冰块吧。你看它这个是4块钱一张，这个是10块钱一张，感觉就是比这种就只有也就是5块钱吧，然后这边可能稍微贵一点。你看这么小的才要10块钱一串。这个是哈族烤的，味道还可以。现在是6点多了，这个人明显多起来了。我刚刚就吃了一点烤串，然后还打包了一份这个锅肉拌面嘛，然后现在去那个露营地了，可能要下雨了。来晚了，可能没位置了，要不就打路边了。好了，帐篷搭好了，这人明显比起中午来的时候多了很多。对面是两个摩友，应该是一对夫妻吧。你看，我估计这晚上全是会停满车子。然后那边本来是没有人的，现在那边也搭了几顶帐篷在那边，估计这边会爆满了。幸好我早一点来哦，看着天绝对要下雨了，不要下大就好。不过下大也没办法。这个分量挺大的，20块钱了。